小妹别急，我的枪可是光头强用过的，这次肯定能把你救出来。刚刚怎么回事了？哎，你不是小梅吗？你是不是被外星人绑架了？没事，我来救你来了。怎么了，小梅？那边有俩外星人。没事，我平底锅可厉害了。这是又怎么了？小妹别急，我的枪可是光头强用过的，这次肯定能把你救出来。又怎么了？怎么又变成十个外星人了？没开玩笑吧？看来只能拿出我秘密武器了。炸！小妹，我来了。